啊，有个问题啊，这个机场跟北京那边差不多，然后它这个停车场是在这边，然后你停好车以后呢，这边有电梯或者这个直梯啊，你直接上到那个二层或者三层的那个出发层，然后过安检就直接到那个航站楼了啊。啊，但是这边的停车场的距离和离航站楼要比较近一点啊，北京那边要也不算太远，好吧，就是这个问题啊，先这样。